不是我滚出去，是我把你关在里面，好好反省一下。切，那个女人倒是不能惯得起，你惯那些啥子臭毛病都惯出来了，烦死了。滚进来吗？滚进来就滚进来嘛！哎呀，看到你球的份上，我都滚进来。哪个求你了？你滚出去！我原谅你了。有本事的你，哈！你一出去睡，都给他们道歉是不是？哈！我重庆刘德华，为啥子要给你道歉吗？哦，为啥子？你个娃，因为真男人从来不道歉。啥子？那是啥子？你看。我看。下面还有，你出去看嘛。哎嘿，老子教的你吗？我早都在德物上给你买了，打算520给你的，周大生流线的黄金手链，我晓得足金打造，色泽醇厚大气，显白又贵气，延长尾链设计，可调节长短，佩戴又方便，都是品牌执法，有正品保障。原来是哥哥给我准备的520惊喜啊。是噻，惊喜都被你破坏了，你那个人点都不懂得浪漫。哥哥，真对不起吗？啊，真对不起。你也给我出去睡。抖音。